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花莲前晚发生强震，在当地造成严重灾情，许多艺人纷纷抛团也欲出资赈灾，小刚唐振刚也以身作则。看到新闻报道，因灾区伤亡惨重，血库存量严重吃紧，今天一早立马冲去捐血车布献热血，并 PO 网呼吁大家一起加入。唐振刚最近卯住投入舞台剧《未婚男女》排练，以及宣传国片《角头二》，王者在起。不过即使再忙，爱心也不落人后。有感于花莲灾区严重，八月他在脸书上写下，看了新闻才知道花莲的血库是由台北供应，能为他们做的事很多，就从一股热血开始吧，农历年也快到了，用我们的爱血塞满血库，让捐血车休假吧。唐振刚还提到，捐血的时候刚好旁边来了一位年轻的妹妹，护士打针时只盯住她，完全没有一点怕的感觉，让她觉得小妹妹相当勇敢，也不忘温馨提醒想去捐血的粉丝，天冷捐血前要睡饱吃饱喝水穿暖，让我们把爱和健康送出去。此举被大批网友赞爆，受他的感召表示也要去捐血尽份心力。唐振刚听闻血库存量严重吃紧，立刻去捐血车末献热血，发射自脸书。唐振刚听闻血库存量严重吃紧，立刻去捐血车末献热血，反射自脸书。